中午在吃啥？草莓。草莓哦，迄像怎样？像样诶？要打开呀、啊。打开了啊，拍开啊。不是这样，像这样打开，像这样打开。对，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你跟你讲，打开，打开。还有妈妈。对啊，这草莓哦。妈妈也要拍。呵，当然要拍妈妈。妈妈要拍。妈妈吃面要吃啦。嗯。那这小鸟夹起来。嘿呀、啊，小鸟夹起来，夹起来啊！阿伯种地远的，小鸟夹起来。哈，呵，先吃。彤彤的最爱哦，草莓哦。你早有吃足多次啊？你怎么搁吃？大家拢有草莓通搁吃。你吃了多少草莓？唔知。阿伯种的，种伫远的。但是也吃。阿霞，小鸟夹起啊！好啦，小鸟夹起，无要紧啦。我早上有吃啊。啊，嘛是爱食着，我爱食，爱食过爱食。啊，大家拢食草莓哦。阿伯种几粒啊？尔，种几丛啊？尔，拢食得了。暗一个，吃，快吃。草莓好吃无？听起来好像搁比卤蛋还跟卤蛋一样大颗。你刚一两粒尔。难得可见。吃吃吃吃草莓呢？你吃什么？吃这几粒去啊？好看，几粒？三颗。三颗哦。各位，加下未？阿哥，还够几粒？吃吃。哦。谢。谢哦，我跟你讲。这个没有吃。那个没有吃掉啊？你无吃掉啊？无吃。啊，唔是咧。你再尝尝吧。袂啦，拄仔食去啊，我你食一条啦。彤彤吃草莓哦，啊那食草莓那看巧虎哦。